阿旭起来了，阿旭，到西边了，你们起来。去我们那边钓鱼好不好？那边就好了。嗯，那边有吗？有啊，还在开进去看看。不要。啊，他出来钓了，先开进去了。看看，看看你会开到哪边去啊？干嘛？很久没来了。没有人呢，对，都来车子呢，我们就跟他打个招呼那边。哪里？在前面。你有看到没看到？啊？你有看到？我看到了。没有，还没多。几台车子？一二三四几台车？啊，车子在那边。这边几台车子？阿旭，你看几台车子？两台。还三台。我要打招呼一下。三台有两台。三台两台。三台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三台。两台六台一台白色。哦，很多台耶，三台、四台耶。三台，不止三台啦。他们玩水呢，看他们都玩水呢。玩进去，玩上面的冰。对啊，忘记带衣服了。很多人在玩水。他们是主要来钓鱼，不来玩水。对啊，有人在钓鱼。三台还是四台？最近我们之前在有没有遇过呢？在那个遇过呢？三台啊，钓鱼的。对，他们那边玩啊，这边也可以钓鱼的，对吧？哎，进前刚刚捌伫个看恁咯，伫帮了。
啊，去这边也可以钓。可以啊。嗯。这里好小哦。是啊，从你们专心看越野的，还在玩？看电影。越野的，我们在越野呢，探险的，你没认真看，还在玩手机。我只有看到一大堆灯光。我、啊？我怎么为什么要说我不喜欢听那个、啊？我怎么过去？我不去。不会，那边不。哦，这边站。还是有太阳。我去这个地方来钓鱼可以的，这个地方。我会，我还是有太阳。你看，你这个地方钓鱼站不站？嗯，可以啦，是可以啦。哦。就是它。没有没有没有